开门哦，所以后面帮我关门哦。对。然后经过铁门哦。不要，对，我在这边拍个短拍。来这边，这边就有说明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们之前是从这边上去，从这边下来。来，加油啊！第一登山口到了。好，等一下往那边上去，来这边下背包哈，来下背包休息，这边等他们到全部到再走哈。
到喽，快到喽。另外记得要赶明天一缸诶。片吗？对对对对，所以这边要小心了哈。哎，这边要小心哦。哎，小心哦。Thank you.
这一个叫做俯拍神木哈，你看他手啊哈，这个叫做俯拍神木了哈。那个拍照的时候手要跟要肌肉要比起来，拍照的时候肌肉要比起来。来，那个姚老师帮忙看一下。我先带他们去喝维神木，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喝维神木在哪里。你们自己要小心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哦，你们要小心哦，要抓紧一步一步来哦。Yes。 啊。要么就啊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绳子要拉好哦，哈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看领导，你看那个臂猪王明肯叔啊，你也拉一下那绳子，我架着也拉一下好不好？你架的？哎呀，
我去拆人家线来架的啊，他本来不是绑这边的嘞。啊，一定要慢哦！哎哎哎呦，你好，看出来，我就惊你。要小心绳子，一定要抓紧，避免哦，真的不小心滑下去的时候，还可以抓绳子。好，绳子要抓哦。小姐可以吗？来吧，我过去。还是那个谁帮忙啊？等一下，你怕的话要讲哦。那你要讲，要讲，要讲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动。来，了解，现在正在经过危险地形哦。哎，你要不，哎，来，对对对，慢慢走，绳子要牵着，要牵拿着哦。像这个时候，对，登山杖不要拿。小心哦！走这边哦。好。Thank you.
好，全部都下来了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我第一次爬山两点钟在带头灯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下来的时候更小心哦。感谢宜君，感谢文勇助教，好，感谢文勇助教啊，哎，感谢泽阳，感谢泽阳助教，来，平安的啊，来，走下来了，来来来，文勇助教，学员，谢谢助教协助。龙老师带队。哈哈，哎，好，OK，这绳子有。